搭档不得不说的故事之人众为曾永提不惜得罪张力姚笛，女人缘太好，结果就是绯闻多，话题多，痛脚多，深受其害的不止吴奇隆，还有爱情专业户人众。他最近正在上海拍摄电视剧《全城爱恋》，与他搭档呢是曾经合作过五次的曾永提，之前合作过四部戏，结果都没有在一起，这回好不容易可以好好爱恋一把永提了，可是迫于之前搭档的压力，人众还是不敢轻易选择曾永提。听说你们戏外也挺有发展的可能的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我跟永提嘛，这个不敢，这个不敢。不是说我跟姚笛的事儿吗？怎么又把永提扯进来了？姚笛会不高兴的。Oh no！ 人众啊，你可真是好好先生，难怪绯闻那么多。记者们对人众的绯闻话题更是紧追不放，逼问人众究竟张力、姚笛以及曾永提这三位绯闻女友，谁才是他心中的真爱呢？非要选啊，太难选了，你这不让我得罪人吗？你非让我当着你的女朋友标准呢？他们仨都有。你的标准是？我们标准啊，我们标准首先得大气啊，这三个女孩都具备。对，首先得漂亮啊，都也都具备，他们仨都具备啊，然后都小鸟依人，他们仨都具备，贤惠，他们仨都具备。三个绯闻女友，人众开始是一个都不敢得罪，但是在曾永提面前，人众的狡猾与软弱就展现无疑了。最漂亮的曾永提。反正他俩不在没事儿、说合作最愉快的曾永提。如果要是让你当女友的话，必须曾永提。小编点评，这么会说话，难怪女人缘旺了。